好，刚刚凯蒂老师有讲说，今天桃花盛开，我看到我穿的衣服呢，我就觉得是桃花朵朵这样子。然后呢，再加上呢，昨天精神不好，所以今天呢来做这个瑜伽呢，我觉得是可以增加我的这个叫什么肺活量，对不对？肺活量，对。所以肺活量大的话，就表示说你那个比较精神，比较精神。<笑>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个step，好，第一个step的，第一个step，我们做Ardha Chakrasana，就是 half wheel，非常容易的，把你的两个手放在你的背后，OK，OK，这样子放，好，下来，嗯，OK，然后过后呢，你就慢慢呼吸，对，然后过后吐气，慢慢推你自己去前面，慢慢把你的身体凹去后面，头向上。 凹很多吗？这边停留一下子，停留30秒。哦，嗯，这边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呢，可以开你的那个有lungs， 对你的肺。Then after that， 也它也可以对你的背后很好的。哦，好啊，我有背后的那个背痛的问题。嗯，对，现在呼吸回来。好。 这个是就是第一个，你要做多一次，或者是要下一个？再下一个，我们先做下一个，然后等下我们再重复。好，OK，来，我们做现在呢，就下来，我们做第二个呢，就是叫做 Bhujangasana， 就是那个蛇色啊，蛇色，OK，called cobra pose，OK，so let's come down on your chest。 观众朋友如果不知道名字的话，没关系，反正你就是记住这些 pose 就好了。OK， 再放你的两个手在你的胸那边，在胸旁边，对。 你给我呼吸，嗯，推你自己上去，向上，手都要直到完吗？对，要手要直到完，头也是向上，停留30秒，30秒，对。<笑>但是我现在有一点难投入，因为呢 ，OK， 好，没关系，30秒，对不对？对对，这是第二个，对第二个，肺活量，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有四个 step 就 OK 了，对不对？是。 OK， 现在吐气，然后下来。OK， 下一个就比较难了，你要抓你的两个脚。哈哈哈哈哈哈！我每次抓的那个脚，不是我就很胖。OK，所以现在你要呼吸，你就要拉你的两个脚上来，这个叫做 Dhanurasana， the bow pose。 哇，可以吗？很好啊，我看到那个 Master Genevieve 帮我做什么动作，我怕的要死。 你是讲我的脚什么 ？OK， 我的比老师低一点点而已吗？他是老师，我是学生 ，OK 吗？哦，可以了，可以吗？老师，我及格吗？非常好。我下次叫那个 Desmond 来做一下，整个我们这样。 OK， 好，吐气，下来。你会感觉到你的动作，你会感觉到你的 lungs 开着是吗？对，很好。 Okay, this is very good exercise. And the next one 呢，你就慢慢，你要上来的时候，你就不要直接上，这样上来你就推你自己上来，慢慢来。 哦，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你会受伤的。嗯，哦，这样子上来先，先把你的闭口，哦，你的背后推上来，对 ，OK。 所以下一个呢？太斯文了 ，OK， 好，下一个，坐下来 ，OK， 把你的右脚放上去。 OK， 你的膝盖，两个膝盖一定要 align 的，两个膝盖呢就是定齐，好，然后呢 ，OK， so 你要坐折折，然后把你的右手放去后面，你的左手也是从下面放去后面，就是把它抓起来，对，把它抓起来，嗯，呼吸，and抓紧而已啊，抓紧。 就是有拉扯的那个感觉，对吗？你会感觉到拉拉的感觉。对，就是现在的感觉，就是你的这个手臂这边，它好像有在拉扯的过程当中，它会好像发出一点点的热。嗯，OK。 每一个动作都30秒。我那个是最容易的哦，容易会散了。嗯，了解。你可以做三次，三个 set， 或者是六个 set， 如果你要比较长的话。OK，好。 六个赛就是刚才我们重新就是从头做到这个，嗯，OK， 如果现在的话，这个是右边的脚过来嘛，对不对？对，右边的脚过去，就右边的手上来。老师，我就放下了。OK， 然后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就是转换，对，转换，左脚上来。
then 左手放上去，右手在下面。左手放上去哈、哦。对。OK。糟糕，我这个手抓不到怎么办？不要紧了，你就你可以用一个毛巾。如果你有一个毛巾的话，你就可以抓着那个毛巾，再慢慢、慢慢、慢慢爬上来。我年轻的时候是抓到的，我现在抓不到，有点紧了吗？对，不够睡，会不会是胸部大了？不可能。OK， 好，对不起，我讲笑的，调剂一下，因为做瑜伽好像，你知道。OK， 很静态的哈、哦、，Sorry 啊，不要紧。我们做节目嘛，要带给人家欢乐嘛。你也是在 exercise 你的肺啊。Yeah, 所以如果做不到的话，各位，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毛巾，不要勉强，因为有时候左右手的那个，不是说做不到，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比较你就比较紧，紧对，就比较难。你慢慢慢慢就可以做到的了。对，我们有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子的。没错，我是做得到的，因为我后面很多障碍，有很多麦克风啊什么那个，对啊，太多东西挡住我了。所以 OK， 现在吐气，你就把你的手放下来。对，这个就是一个 set 咯 ，from step one to step four， yeah， 这手很痛。OK， so step one 叫做，我们就重新再做一次，就是呼吸，呼吸。你要起来，你就要慢慢起来，对，优雅一点，你就要这样子。OK， 把你两个手 support 你自己的身体，这样很慢呢。这样子，如果不是的话，你的背后 once it's broken， then you go for surgery， that's it。是的，就是观众朋友，我是一个很不良的示范，就是不要学我哈，因为真的要慢慢，因为这个可能这个腰椎这些地方呢是要很小心，它是比较脆弱的。如果像我刚才这样子突然间弹起来的话，可能不小心就是会拉扯到。OK， 好，我们再重新开始的时候，第一个 step。OK， chakrasana， other chakrasana， 把两个手放上去。好，把两个手，我们就是做四个 step 就可以了。OK， 这样呼吸先，然后过后吐气，才慢慢吞自己下来。你其实用嘴巴吐还是用鼻子的？鼻子啦，嗯。然后这样子就维持30秒。对，老师，这样我们再下一个 step 好吗 ？OK， 呼吸给大家看到的哈、哦。嗯哼，对，要呼吸，所以呼吸跟吐气都是用鼻子，不是用嘴巴的哈、哦。对 ，OK， 好，第二个是 OK， 第二个你要下来，也是慢慢这样子下来，慢慢下来啊。OK， 就是有点像孕妇这样啦，比较慢。OK， 躺在你的胸。嗯，把两个手放在胸的旁边。OK， OK， 呼吸，推你自己上去，看上面，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背后在拉着了。嗯 ，OK， now 吐气，现在就把两个脚放上来，抓着两个脚，呼吸。是要憋气还是说正常呼吸？这边这边啊，你可以正常呼吸哦。我因为觉得我要把脚提上来，我就要憋着气是不对的哈。然后吐气，三十秒下来，然后我记得了，就是要慢慢的起来。对了，对，很慢哦。这个我慢慢做之后，我就会变熟女。OK， 右脚，把右脚翻过来，对 ，OK，make sure it's aligned， 每一次都是要 make sure it's aligned， 在这边 ，OK，good，all right，so right hand， 右手放上来，左手和下面，呼吸拉 老师就是正常的吸呼那个气就好了，对不对？嗯，对对。OK， 拉了之后呢，我们就再换吐气。OK， 慢慢来，慢慢搬开它。OK， 好。这些阿桑呢，其实如果你这一个呢，你要停，就是你不要呼吸也可以的。哦。嗯，如果你要 challenge， 就是说你呼吸了的时候，那过后你拉，你就会 how to say you will expand your lungs。OK， 明白。就是说你就是。如果你不要呼吸，就你憋着气的话，每一个动作的话呢，它等一下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扩张你的那个肺部。OK， 好，来，手呼吸。哎，我开始动到我的手了。OK， 好，来，是一个进步了哈、哦。嗯，对。但是我没有想过我要做蔡依林了。
OK， 好 ，OK， 今天真的是谢谢老师，就教我们的这个四个 step 呢，大家回去练一练，非常的简单。它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你的这个肺活量。当我们的这个肺活量比较大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的气呢就走得比较顺。那这时候呢，我们先去看一下城中的一个活动，不是城中活动，是一个户外的活动，很好玩的。因为呢，这个活动呢是跟 Harry Potter 有关系的。平时我们在这个戏里面呢看到 Harry Potter 的一些游戏，那现在这个游戏呢就搬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了，我们去看看。